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宝宝认证的技能。龙龟的话是4+1啊，这个童子的话是6+1，7+4，7+4啊，极限技能是6+1，这神技没有点掉，7+4满技能11技能，直接合了啊。老王不是天冷是。来吧兄弟，你就给我炸！恭喜你合出了龙龟。龙龟的话单法认证以后的话也是一个极限技能11技能，我们再买个护卫，然后遮挡一下技能。什么时候的，这工资太暴力了。这房子 OK， 体资没毛病，法资完美，素资能吃元宵，成长就是一把强。第一个技能应该是水攻，这是必带技能。第二个技能幸运，幸运是后排技能。第三个强力，强力中间技能。第四个神技，这四个技能太恶心了啊！这四个技能简直太神奇了，真的，这四个技能太神奇了，这四个技能太神奇了。梧桐你干嘛呀？